下午吧，昨天那碗饭你们做成那样，是怎么好意思发给客户的？是这样。暂且不说好坏，这是你们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做的，原本以为慢工能出细活，结果就是这样子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的合作也只能到此结束了。 抱歉，之前的工作效率和质量都不高，的确因我造成了。所以昨天我深刻的反省了一下，连夜做了份新的方案出来，希望可以弥补之前的不足，也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看一下。谢谢。那林小姐，接下来就麻烦你把今天的方案进行完善，帮叶总。 谢谢江总。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这青春里就是。 真是逃不掉的宿命，算了，接受安排，该来的总会来。现在的我没什么好怕的。